前后都不知道，前后不知道，他连看都没看，只有贾巴里，但是贾巴里过去马上被赶。哦，嗯，哦，那很凶哦，赶走。然后贾巴里就走掉，他再赶啊，对，啊，贾巴里去捡菜尾了。然后那个在玩，这个在玩起来。嗯。嗯，对，他刚好被挡那棵树。为什么？早上有脚有点抽筋，有点痛。哦，那就休息了。对啊。嗯。哦，昨天拍整天很累。嗯。昨天的话都是在外面，没下雨。昨天。是去下，昨天是。已经十点吗？没有，他活动是下午的。他十点是那个影片放影片，还是十点开始？嗯。他的活动是在下午。啊，几点啊？我的妈呀 ！People's Talk 也是在下午啊。啊！他早上有写下午要有下早上，我记得他早上一场，下午一场啊。我记得十点了就只有放影片吧。对啊，我也不用赶来了，我拍出万难才赶来哎。嗯。要命啊！因为我下午没空，然后等一下中午我就要走了。嗯。我问他们。如果你就是有血，那应该就会照那个。对哦，对啊，那因为我跟燕子都有看到，所以应该是错。嗯、有两个人都看到。我听过。所以哥哥就走掉了。对啊，他食物的时候就很凶，对哥哥就很凶，玩的时候就不一样。嗯，对。应该不会看错、啊。我昨天还问 Leo 嘞，他那么多场。对啊，因为不可能两个人都同时看错。哎、欸，今天 Hedy 说要来，所以他可能参加。没人的啦，早上哪有人？早上通常是不会有人，对啊。嗯、下午吧。本来今天他是挤出时间来的，不然。嗯。他就捡到了。嗯，开心了。嗯。对啊。
哦，这两个日本人一到现场就认出Ringo。那他表示有在关注，就一看就。这你又能区别？厉害啊！